来，各位贵，前进，前进。好。我们既然明天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，要骑到二十几公里的脚踏车，今天我们就先来热个身。我们等一下走这条步道，非常的厉害，它可以让你看到整个东部最漂亮的海岸美景。但是要看到美景，要先付出什么？各位懂哦？爬的要死力啊！对，这个步道走起来啊，非常辛苦。哪有？我看到了150公尺。对，十分钟就到。十分钟就到了，是不是？它难易度是三颗星。我们暖身一下就好了嘛，不要走那么辛苦啦。我们就慢慢的走上去，暖身暖身，慢慢走，来 ，Go Go。慢点，快！你明天就给我这样子。好。你明天就一样。好。也没有爬很高，就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。我觉得这边的展望是真的很漂亮，很惬意哈。哎，上面有个凉亭，休息休息吧。但是这凉亭还没到哦，还没到，休息一下，再往上继续走。哦，对啊，哦，更高哦。小万里长城的地方，有你看，像万里长城一样哎，万里长城，好像是从那个亭子看下去，万里长城会一直直通到海里面。哦，会绵延这样子。我觉得我们要去哪一个？好好啊，好走，我们就凑热闹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这很漂亮，终于到了。等等等等，我要拍照，快点。万里长城到海里面，这样子看。有海天一线，有凉亭，有万里长城。对。到了制高点嘞，小心头哦！制高点这个吗？对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小平台哦。对，我看，哇哦！哇！这边可以说是整个东部最漂亮的一个海岸的制高点。你看我们走上来这边，其实真的是又轻松又舒服，十分钟，马上就是短短一条步道，让你有最棒的享受。嗯，真的。那我们看也看足了，胃好像空空的呢。哎，我这次帮你们安排了神秘的料理，而且我用不一样的方式，我用铁砂掌下去做这个料理。电影看透，好不好？真的。